看看新闻网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聊另外一个神人呢，这个神人就是龚琳娜啊。之前呢，她畅游这个歌坛多年呢，这个神曲都很有名了。不过这次她出山以后呢，改了风格，变成了小清新，你能够接受吗？看看。近日，神曲项目龚琳娜的一曲极具古典韵味的歌曲却上心头，引来了大批网友们的关注。龚琳娜一改往日神经雷姆 style， 竟然改走小清新风，摒弃了曾经稀奇古怪潮流混搭的服装，一袭白色长裙上身，淡淡的传统水墨跃然裙上，真是难以想象，曾经的女神经如今真能一秒变女神。发呆你不痛爱，雷锋它会掉下来，云中谁。如今女神经不仅依靠衣装变身女神 style， 而且还丢弃了那个挤眉弄眼超越人类表情极限的五官科表演，靠着柔情似水一眼万年的深情眼神，成功逆袭成小清新。不仅如此，神曲教母的曲风也是180度大转变，一反过去的激情式唱腔，低吟浅唱的演绎起古诗词，这首改编自李清照作品的却上心头，再也没有曾经帮了个帮的只可意会般的唱法，而是用细腻的嗓音融合着婉转的民族乐器，真是不得不让人感叹神曲教母的72变金箍。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啊，说老实话，我还是更喜欢之前的神曲啊，不知道你怎么看呢？我们来听条微信。我挺看好龚琳娜这次的转型的，因为龚琳娜她本身对音乐的一个功底还是很好的。嗯，你说的也有道理啊。